今年春节连假，外地五月初八，也就是年二十九开始，中秋黑昼清明好了，高铁、地铁春节的车票上个礼拜开始卖，东多车票一下就不易抢抢抢。国土客运今年按上为主开超过五千票次，行春的热门景点除了黑昼加开公路客运，也会进行交通管制。公园超多嘞，伊当然都爱嚟计划嚟进行。今年今年家嚟对年嘅初八，当然嘅是不是中央一整礼拜有请宴？我睇下就讲哦，无论坐高铁啊、台铁都冇飞嘅，甚至人讲宴，还个开车上过土还买食茶。佮说今年嘅高铁价可以453元嘅列车，台铁价可以234元列车，甚至是普国都客运，同样公园期间未来有5600元嘅列车透过投行。88条的国道客运。它会提供平均85折的这样的一个票价优惠。在客站方面，包含各港客运、台北到中南、苗栗、通平等路线、通联客运、台北到凤年东势、台中，还有南港到花莲、富泉客运、台南到台北、板桥到台中，总共11营业站、88条路线都有85折的优惠。国道客运或者是高铁、台铁的旅客，他在转乘当地的一般公路客运。或者是市公车会有基本里程的一个优惠。有几档嘅民众，听汪汪嘅，我去武林农场看浪漫烟花，烟花按上面会投几面公园开发大米，想想一到公园期间会有多多热。同样系民众最易行了线车，我去到东部嘅台九线苏花路浪同南北公路，我为了做交通管制，我预料要抢先来安排，真唔会好好严格看千几位喺人呢查事物。下新闻联播卷副文字台北报道。